第39题，电路装置如右图所示，L1、L2、L3 及 L4 为四个规格相同的灯泡。若灯泡 L4 的灯丝突然断掉，且安培记得电阻忽略不计，则 L1、L2、L3 三灯泡的亮度有何变化？我们知道呢，灯泡的亮度要用国三下学期的电功率做计算，但我们还没有教，所以我们现在呢都假设灯泡的规格都一样，所以谁的电压比较大或电流比较大，谁就会比较亮。那么我们 L1、L2、L3、L4 这四个是并联，所以它们两端之间的电压呢就是等于我们电池的总电压。那么现在 L4 挂掉之后呢，对我们的 L1、L2、L3 并没有影响。它们的电压呢，仍然是我们的电池的电压，还是一样的，所以电压不变，所以亮度就不会变，所以一二三的亮度跟原来会相同，不会改变。所以第39题问我们说，则 L1、L2、L3 三灯泡的亮度有何改变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不变。